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爱和恩典当中。在恩典365里面，我们是透过神的话进入神的爱。神的话每一天和你分享都是圣经的话。这几天和你分享说，我们每一个人天天都可以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。施恩宝座，上帝的那个施恩宝座是在至圣所里的，那个至圣所是预表人可以单独来面对神。好像玛利亚因为爱主，她就坐在主的脚前，虽然那个屋子里面还有12个门徒，还有别人，但是在她的眼中就是耶稣，她只单独看到耶稣。你知道那个好像我们看到一些电影，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样的一些电影，哇，在一个很热闹的 party 里面，哇，很多人在跳，特别是那种英国那种古典的宫廷，好漂亮，好多人都在跳舞，哇，很美很美很美的一些场景。但是慢慢怎么搞，跳到后来好像其他人都走开了，都没有了，最后就剩下男女主角两个人单独在那里跳舞。但是等到那个舞跳完的时候，发现没有啊，其他人都在，但是在这一对恋人的眼中已经看不到别人了，只看得到对方。你知道，这就是一个爱的关系。求主帮助我们在爱中来到主的面前，每一天灵修，每一天读圣经，每一天亲近神，是一个爱的关系。当你单独来到这一位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有两件事情会发生。我要读这段经文给你听，在诗篇里面说，他跟主有一个祷告，说求你帮助我在清晨的时候得听你慈爱之言。你知道，当你真的有心说，主啊，我要亲近你，我要单独亲近你，我要像玛利亚一样坐在脚前与你单独面对面，你会经验第一个恩典，就是他会向你说话，他会向你的心说话，他向你的心有一个慈爱，说一个爱的语言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我好喜欢一首诗歌叫《在花园里》，这首诗歌是一个很老的诗歌。他说他独自徘徊在花园里面，忽然他感觉神来了，主耶稣来了，然后在诗歌里面说，他与我同行，又与我对话，对我说，你单单属于我。哇，那就是，你知道吗，那就是亲近神。你以为写歌的那个人是真的在一个花园里面吗？也许是，但是更多的时候不在外面的环境，即便在一个非常吵杂的环境，就像刚才讲，在一个舞会里面非常吵杂的环境，但是因为爱主，主会愿意来亲近你。在那个亲近当中，你好像跟他两个人手牵着手单独走在花园里面一样，享受那个与主单独亲近的光景。你知道，我就是这样，我从小非常喜欢聚会，因为我喜欢人，我很喜欢跟人在一起。好，我们在小的时候在主日学里面，哇，有很多很好的朋友，好高兴哦。每次喜欢去主日学，喜欢去主日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喜欢朋友，我的朋友都在主日学。后来到了青年团契，哇，我最好的朋友都在团契里，每一次聚会我都好喜欢去聚会。但是我越来越发现，我喜欢聚会吗？好像我比较喜欢聚会结束以后，聚会结束了啊，但是我们那群朋友在一起聊天，一起去吃冰，哇，好快乐，哇，讲你怎么样，我们怎么样。但是谢谢主，当我越来越多认识神，越来越多对神生命有一些经历，特别是在我很多失败软弱的时候，我经验神真的是那么真实的，这位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是这样真实的成为我的帮助。我越来越想遇见神，单独的遇见神。我还是很喜欢我的朋友，但是我知道越来越多的时候，我更渴慕遇见这一位独一的真神，因为他会向我的心说话。在读经的时候他会向我的心说话，在灵修的时候他会向我的心说话，在读属灵书籍的时候他会向我的心说话，在敬拜透过诗歌他会向我的心说话。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态度，好像写诗的人说，我向你求一个恩典，让我清晨的时候，每天早上起来灵修晨更的时候，我把最好的时间给你，清早起来最清醒的时候，这个头脑最清醒，精神最好的时候，我要来亲近你。当你有这样一个态度说，我要听到你向我的心说话，我奉主的名祝福你，你怎么样求，神就给你，神就为你充满，神就给你。因为主说，我们求就必得着。来到神面前，你求什么呢？
你愿不愿意跟主说，我有一个求，我要求你每一天我来亲近你的时候，能够听得见你向我的心说话。奉主的名祝福你，当你亲近神，你享受这个荣耀的恩典，就是每一天主向你说亲爱的话。上帝祝福你。